ように。 今天又是被老板逼着相亲的一天，相亲对象竟然说我又肥又丑，气得我真的是直接掉头走人。以后打死我也不去相亲了，真的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谁不想美美的？哎，还是在手机上聊天比较有意思。美颜一开始还不是跟我一样的小宝贝呢。听说闺蜜那个小贱人最近交了3-4个男朋友，而且都是自己喜欢的类型。哎，作为单身狗的我真的是羡慕了。昨天晚上不是请了个小贱人吃了20斤的小龙虾，他在看偷偷告诉我他的脱单秘诀。他说拍一张美美的照片，然后关注这个公众号再上传投稿，只需要花0.88毛就可以抽到自己喜欢的类型。喜不喜欢没关系啦，可以先开始聊天，互相了解，这不脱单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而且这个公众号还是可以赚零花钱的，既能交友又能赚钱，你说爽不爽？好啦，我要赶紧去拍几张美美的照